既然我怎么做你们都不满意，那从今日起我就断了你们所有人的乐器，我要让你们明白我以前对你们到底有多好。那就更没有留下去的必要了。对，是不是我早就想来了，这样的日子我早就过不下去了，我今天就要走。走，你今天出了这个门，明天在外面就得饿死。你早一给我瞧瞧。走啊。站住，你俩站住，都别走。哎，我就不要在这待着了。哎，你们站住，快站住。哎，你们干嘛？海棠，海棠，你劝劝他们。你姥姥，你姥姥，海棠，海棠，董海棠。我去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走了。